没也给我合一个影。很好看，好了吗？对，后面那个就是他们的厂名吗？江西元帅，到天涯海角。不是不是，那不是。跟着元帅走到天涯海角。哦，那是标语。嗯，标语。好了，我们这边继续玩完。正正大概的。那个약식물나오는데예예갑시다응한타고가야돼어타고가야됩니까它是厂长吗아광여기광장장인이지아니그직업이게직위가그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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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주민노동자예요아사실일반의연구아나가공소몇년나在这边여기서몇년이라생는지물어봅니다7년아7년7년아是老员工对好了那一般他们工作会工作多少人？是一直到退休吗？在这边，有人就一直到退休，有人也可以换工作。因为一些各种原因，就自己申请吗？还是说申请可以申请？要换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自己申请。嗯，好吧，我们要上车走那个有泉水的那个地方。好的，好的。哦，他要带我们去泉野。我用日文打你，喝水啊。对对，我手机就放秋姐那吧。好，你确定是老姐吗？秋妹。我们现在是去看那个泉眼是吧？就是采水的地方。得喝水啊，可以喝吗？哎，那个地方可以直接喝吗？那个水。如果거기서말입니다저기물그냥나오는거그대로마실수있습니까네어可以直接喝。可以，可以直接喝。哦，那有人带瓶子吗？准备一下空瓶，来灌上水。没有带空瓶。哦，没有带耶。现场。现场直接喝，直接趴下，开始喷牛粪。这边有，这个有，这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把你们心得倒掉，换成江西。이제좋은음료수라는거는이제이따당차타는물말이에요여기에는이제무슨세균이무슨늙은마리그다음에대장균이무슨열마리이게기준수치란말이에요근데이놈의이탄산수에는세균이한마리도없어요이렇게좋은물이에요다소중에세균이못자라죠못들어가긴뭐네아很近是吗已经到了每次好可爱啊我这是熊熊为什么喝的是酒不是熊中间不是酒熊下车了熊的酒倒掉了我会倒掉不给你们喝他是不是就是探索没有人是吧你看他们其实就是还好好就是我觉得好爱美的一般这些园林都会用白色的小石子哦你看摘了之后还打扮一下的像弄得像小馒头一样嗯好他们也化妆了反正就很爱美哦在这里吗他在冒吗哎真的耶哦就这个他在扑腾扑腾哦哦哦哎，在冒，真的在冒。哇，所以才有碳素。江西矿泉水，他就不给我们喝吗？就喝你。哦，它是从那地表就能看得到的样子的。哦。这空气很清新哈。又冷的。空气感觉很好哎。哦，加点气哦。啊，他要来开门了，是吗？저기올라가서한병생산품아저번에지리같은데이리좀이쁜거시다他说只能在外边看，不能进去，会污染那个水源。嗯，就是可以藏到这里的水，他一会儿会给你。哦，好，可以，开心。开心，都很容易满足。말했습니다들어가지말라고在外边看，让你拍一下。嗯。那意思是说，所有的水都是从这个地方灌的，是吧？干到여기서생산하는거는哦，它应该还不是在这个河湾，它你看它上面有东西盖着，这不就趵突泉？它应该是有一个管道，通过那个管道直接运到生产车间。嗯，该有秘密可以跟环境做嘛，就是你看这个环境感觉就挺好。啊，你看周围的环境，你看周围的环境，它是这样出来了。他说做了一个这个，白色的，哦，白色那个，白色的那个就是管道，对，管道，然后一米下面有那个水道，它那个是气的，有运气的，气的，有碳酸嘛，碳酸，风开流，
啊，我没听懂哎，运气的是什么意思？对，通过那个管，就是那个碳酸，有碳酸，对，一米下面有水，有泉水，然后到了那个肠呢，就是再混合在一起。哦。那它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对在国外很爱气泡水啊，苏打水。就是苏打水，那一般白色的是气，一米以下是那个水，同时就是运到生产车间。嗯，你刚才想问什么？对，那一般平时你们喝什么矿泉水？喝那个谁，个人人家都喜欢。还有就是那个新德，会不会在家常喝的，还是烧开水喝呀？变成了金。在家也有烧开水，对，烧开水喝。哦，他好想知道，对不对？对，你又多了一个粉丝。孩子都很喜欢你啊，脸红了，脸红了。没有，他已经昨天在路上已经帮他朋友表白过了呀。对对对，其实那个朋友就是他自己。像你一样互相带。我有个朋友，我会超喜欢你，把心里话全部说出来了。每天晚上都想你。带小心水。哎，我操，怀念真的。要不然穿这个鞋子，这点管用吗？真的很管用，对对对。他那个昨天那个韩导还问我，你穿这个鞋子。지금이제말하는게지금생산물생산하는곳공장은기본적으로막후지않습니다안찾습니다안치면어근데전체이수원지가크다약수면적이얼마나됩니까이게8900평방미터평방미터8900평방미터总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差不多9000-8900了。哎，会不会说矿泉水厂附近就是有一些可能就不让建，为了保证这个水的干净？它就是比如有些什么工厂？그러니까이거약수공장주변에서이렇게뭐이렇게말하자면밀폐시켜가지고사람들접촉어접촉하는거다어네네이수원지때문에어가한몇미터구간이게통째는국물치지않았나이거들은못하고有网那个地方就不让人进来。哦，你看那边那个都是网，有能看到吧？嗯，就那个。有。嗯。他妈是熊，然后吃了7749天的大蒜，变成女。大蒜和艾草，对，吃了大蒜和艾草，然后生了，然后那个就是不是，对，生了谭军，就朝鲜熊，天什么梗啊？这不是梗，这是朝鲜民族神话，朝鲜民族的由来，就像你女娲造人一样，这就是对。啊，你功课做的很熟呀，可爱呀。吃了7749天，还有艾草，所以到处都是变成女的。哎呀，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传说都是有点有用的。这个团是智囊团。一般其实不会无缘无故的了，是吧？就像我们也爱吃大蒜一样，你看你吃。你们也是雄辩的。然后你是因为吃少了，就还没变成美女。我们就说带了吃，等一下装。说带了吃的给朱梅。然后每个人都搬出来一大袋。结果大家都带了，都想给他一些中国特色的食物。有什么呀？大白兔最好，我觉得还有那个旺旺。朋友也分给他们一点。对啊，旺旺还有很多东西。今天下午我们去学校。哦，下午学校。去学校。所以你们就为这些准备了吗？没有，不是为金导准备，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那我们要去买些东西，要买些东西给小孩子。我们去学校之前去光复大街。对，买点东西。好，先去光复商场是吧？今天去。那个大的百货呢？大的百货。哎，我这儿的。最后一天。看学校之后，今天两个商店都今天去。好。这个应该你没尝过，应该给他。我们还有那什么卫龙辣条，中国食物第二波，这是喂养金导的节奏，他为了卖出口，还有一个卫生棉，还有一个，来，太多了，黄飞鸿，还有辣条，
这个是不是又饿了？这个、你们没有带给你吃的，让你们尝尝看看你喜欢哪个味道。大家都带了好多吃的给你。谢谢。等一会儿回去再还有。然后中国企业在这个视频前就领看说哪一个是自己的产品。而且你说你喜欢哪一款，将来会收到。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外包装，会有哪个特别喜欢？这里还有个毛牛，毛牛肉干。再来一个袋子。很累，再来一个袋子吧，补充一下能量。大家都带了好多，大家都很爱吃枣的。那请问我的呢？没有，这个后面的韩导现在想说这句话吧。韩导有烟。对，韩导有烟。韩导有烟。